点那些网购翻车名场面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哇，你买的什么破洗发水，头发越洗越少啊？这不亲厂？呜呼！网上买的高压化啥？我想问一下商家，你睡觉了吗？看我的！网上那个卖汽车喇叭的，你的货我收到了，我也安上了，你给我听着啊，你给我好好听听着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超市盲盒，老板说绝对没有歪货，并且种类繁多，酒水饮料生猛海鲜应有尽有，看起来十分的靠谱。哇，山参、天赐仙草、帝王瑰宝，我就知道我有手气，实战，哇，真高档啊！这是什么人参啊？这个你总坑不了我了吧？螃蟹你怎么作假？确实挺重的。哇！尖山的。一只假螃蟹，这什么？好像是双袜子。哎，这个我摸着质量挺好的，还可以啊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掉毛啊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只长一只短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已经穿到底了，不过也还行啊，毕竟比前面那几个东西靠谱多了，就稍微厚了点啊。要等到稍微冬天的时候再穿。这你别笑。你们这股五个核桃、七个核桃、八个核桃、九个核桃，包括十个核桃，我都能接受。咱们搞的今天的年龄，我见到一个六个铁，你告诉我怎么喝？夜宿居民，喝药贼快，大郎手机。大郎，这吃药了？我怕是熬不成了。大郎休这样说，吃药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在网上呢买一套这个葫芦娃，也算是我童年的回忆，对吧？我非常喜欢。但是呢，当我收到货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。就是，你看，大娃、二娃、三娃、四娃、五娃、七娃，六娃呢？六娃去哪儿了？什么情况？这个是我刚刚买过来的工作的裤子，今天才穿起来，你看一下里面。你别笑。你说这个质量还可以不？你看一下。你们看人家这个魔法飞行球，我也买了。这是我买的洗鞋机。